哇，这真是一个很好的优惠，我买定了，把钱转过去，搞定。都一个多星期了，我的平板电脑呢？什么？你有查询卖家的交易记录和信誉吗？你有跟他索取联络号码吗？你有确认产品已经运出去了吗？有许多网上购物骗局都在网上刊登广告，以吸引人的价格引人上钩，之后这些卖家会向买家索取额外收费，但货品始终不会送到。我们必须勤勉，并先自行确认这是不是一个骗局，别陷入网购骗局。今天就到 www.scamalert.sg 查询更多信息。